们现在吃完饭要去旁边的一个大清真寺，街上的人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多，而且非常的吵，所有的人都在按喇叭。这个是莫卧儿王朝的国家清真寺，甲马清真寺，里面是一个大广场，很壮观哎。然后有很多的人就这样坐在地上，好像野餐一样，也不知道干嘛。广场中间呢有一个水池，水池里面呢有的人在洗脚，有的人在喝，有洗手的，有洗脚的，有洗脸的，还有在喝水的。你们可以看那个库克群，应接不暇。Hello. 哇，马上有人来了，赶紧走，走走走，聚起来了，已经人群已经聚集起来了。想体验明星般的感觉吗？来印度吧。我们现在要上到这个清真寺的二楼，然后还有一个高塔。这个才是这个清真寺里面最隐藏的好地方，地上非常的扎脚。我们的向导自己已经准备好了拖鞋。我感觉上了这个塔好像长发公主的那种啊，是啊，最顶上有一个小窗，极其狭窄的楼梯，好累啊。哇，终于到了，太好了。 Thank you。哇，这塔太窄了、啊、就这样吗？对，上来了。我的妈呀，大家都在扒着边，对，上面越来越挤了，明明都已经满了，但还在不停的涌入人。一共是这样一个圆塔，反正我们只能站在原地现在，然后大家都扒着往在这里站着。这就是看一下从这边看下去的风景，整个那个广场的俯拍。那边是市场吗？就是我们刚刚吃饭那条街，从上面看有多密集，全是人。哇塞，真的是全是人。从上面就是可以看到老德里，然后看到远处那是红堡吧？对。然后看到远处的一些景色，然后整个老城区基本都可以看到，所以我觉得这个塔景色还是很壮观的。我们现在就是在塔的这个最上面的这个小窗户这儿，然后就超级拥挤。下也下不去了，因为这口也完全堵死了。下面的东道。OK。哦。我的妈呀！一直到这全是人，全是人，下面已经挤满了上不去的人。在印度，就连清真寺也没有那么严肃，大家在上面就挤呀、啊、闹啊、笑啊什么的。广场上也是，大家都在干嘛的？各种随便。这就是刚刚去的夜店塔。哇塞，太复杂了，这些人车交织在一起。我感觉我现在做梦一样，现在在放电，出租车四周被各种各样的人围在一起，死死围住，根本走不了，寸步难行。这个喇叭声终于开起来了。除了人力的，是那种红色的车也进不了新德里。对对，就是只有这种绿黄的，绿黄的才算是官方那个官方 taxi。我现在要在相机上就这样缠着手，你怕有人抢走？还有说他们摩托车过去就睡着了。这边好像没有这种案件，因为印度教比较讲究距离，就分手指，对，所以就还好，比较温和，他们印度教。过了这个城门，我们就要离开老德里了。我觉得离开老德里之后，会觉得新德里愈发的整洁。我们为了买沙粒，特意来了一家非常大的店，不是买沙粒，买裙子。就是我们那些公司的同事，女同事会常看到这种款。这边会更日常，特别朴素。好像有点太现代感了。去隔壁那家吧，要不然。这不是我们要找的那种。
对对对，而且我觉得，但是我觉得它这里面搭起来挺好看的，还。哦，就是它里面整套搭。这两三件套的。啊。嗯，看肩和腰还都可以，还挺好的。我给你找的一件，我觉得很印度。就这种花纹碎碎宝石，我觉得就非常肤浅的印度。挺好看的，挺好看的，就是很舒服的一种，很就是随意的一种感觉。我其实觉得就是我还是喜欢这种里面一个外面一个开衫，是一种日常，然后但是又很显眼的感觉。你刚才那个就是还是有点传统，嗯，也还行。啊，反正你还蛮适合穿这种型的。我觉得就是这种里面一条裙子，外面一个开衫，特别帅气，嗯，好像挺适合我的。对，我天生有一种帅气。我刚刚问他说，你们一般日常男生会穿这样吗？他说不会，他说就是参加婚礼或者是 party 什么之类的才会穿这样。更礼服一点，对，有一点礼服的感觉。那个，这个他这个就更日常一点。其实，其实你去东南亚度假也挺适合的。对，都可以穿，都可以穿，而且也可以里面穿短裤和吊带，然后我只穿这个外套，就是可以总穿。对，这件也蛮好看的，蓝色我也蛮喜欢。你这都拿吧。三套啊！我都拿，我天哪，太过分了吧！就很多人来印度都会穿一整套的纱丽嘛，但是一是它不太方便行动，二是你可能买回去之后回国你不会再用了。如果你有这种担忧的话，就可以来类似这样的改良服装店，嗯，然后买一个那个像我刚才那两件，就是更现代一点的，然后有设计的，以后也可以只穿外套或者怎么样的。他们家还可以给你免费的去改不合身的地方，嗯啊，然后我们现在是在送改，两个小时之后来取。OK。好漂亮！经过上午的老德里之旅之后，我觉得新德里确实是又现代又时尚，但是反正觉得确实还是那儿才是我们想象中的样子，而且有一种乱而有序的感觉。新德里有格调，然后能找到一些享受玩乐的地方，但是老德里是会更有趣一点。啊，对，那种你很多你意想不到的、想象之外的刺激的那种感觉。是一个完全没有秩序，然后全靠大家自己自由生长的一个地方。对，我们走在路上就一直哇哇哇哇，然后各种动物、各种人、各种车全都这样混杂在一起。你的视觉跟听觉整个就是一片混乱。你去一趟那个老德里，我觉得就是把你的精力整个就榨干了那种。但还是很值得一去的，像我这样。把包包背在里面，然后跟大家那个同行的人都牵好手，不要走丢，然后就去老德里随便的逛吧。哇，你这个好脏啊！我跟你讲，我们是若雨和苏，一对边旅行边唱歌边拍视频边讲故事的神雕侠侣，关注我们，一起拥抱世界上的千百种生活吧。就是印度的口香糖，口气清新剂啊，但依然是一堆香料，然后加入了一些五颜六色的东西。那个香料味出来了吗？香料味出来了，可以接受，是一种特别像那种香薰知道了，知道了，对，以后想起这个味道会想起印度。